干贝大粒的，大颗的啦，最后剩下两盒，这大颗的哦，一盒一公斤的，这一盒外面要五六百、七八百都有人在卖啦，啊，200块，真正的大干贝你都去摘到好吃，有无？最后剩两盒，这台，谢谢，来落去啦，因为等落去咱就落去先来啊啦。无共，迄个较大，迄个较大，迄个较大粒出来，讲实在。好，把佮阿皮生后，你把只皮等下换，后你把着卖哦。无啊嘛，剩想买只只尔哦，我等下买只只几多，我倒无去啊哦。请你问到伊个。好啦。来，我讲实在，这一只一百超贵啦吼。这今仔第一工出来拍广告啦，来200。哎，伊嘛要一个哦，小姐，啊你，嘛要一个哦，小姐。来，这个鲈鱼来，这么贵啊！一盘嘛鲈鱼，这叫做七千咯，谢谢。好，刚刚贵的，哦，这足便宜的，这个上百块，做300，来个200好不好？这南两要七千咯，因为这物件无啊，这目前这种的，最近这个单价比较贵啊，但是没关系啦，反正都鲈鱼啦，把话讲清楚啦，啊，200块，3条。够人爱，有无？拢无人爱，谢谢啦。我即摆阁讲讲，一直甲你问落去啦。恁刚刚要说，你拄则讲个啥？鲑鱼。乌鱼哦，要鲑鱼哦。鲑鱼剩一半了。鲑鱼敢是无啊？嗯。一半鲑鱼拄则好三片鲑啊，最后一半会再切匀啊，总共一半无啊，总来哦。前头前后边大家看好者，全部拢来哦，来七百。想要食乌鱼的？哦，伊后边够无？小朋友，拢无啊？哈，这边后伊一百条，够人来，全部只，一百条，够人来，一句，两句，这是咩啦花？哪好多花？真两三四五六七八，佫拄啊好呢！来，佫拄啊好呢！大家好一两百哦，搁百哦，后边两个拄好，大下了哦，后边搁一个拄好，一乌鱼，今年加，来，我哩当收起来，百几来好啦，我连加百几来啦，来百几来好不好？上几万的，这边完好啦，这等下总来100块，敢无人买哦？百几来，你只想啊？我跟你讲哦，时间无早啊，我尽量。速度搁变较紧者，这肉质来当个酥盐卤煎啊吼，这块肉质来是正的，我卖了足好个，因为物件足品，品质足稳定个啦，鲜度足水个啦。我搁甲你讲一届吼，唔捌买过人，给你听我讲，你一定大部分人计捌买过啦，多一点去南投找我过啦。这个肉质来是乌肉个，第一只、第二只，你莫看安尼，它杀好了，太好啊！这内底切一点，甲你咬掉啊，太好啊吼！啊，这当个用煎个多好吃啊！这安尼是真好算啦。我都去算啊，就是安尼啦。我借一人去哦，买200块。嗯，我记得你才大个啦，啊200。我卖敢问几只啊？讲真的吼，我也不知道有几条。哎呦，一箱卖无几个呢，哇塞，好了，精彩了。还够200。把这个平的无同款只，就给你看了干嘛？干的啦吼，一透早摆出来啦，卖200够无？你看了干嘛？后壁嘛，搁出来嘞，搁下来嘞，即个搁传递出来。我先甲你讲者，即摆即个真足鲜，乌肉即个，
这内底太好啊。太好啊。青腰条啊，你看伊无看到，我等下甲你讲，这真正太好啊，真正太好啊。最后一届哦，唔知几位哦，我先讲过啊，这不用再问了啦，啊两百，一包包只那个两百，有无？有无？有无？拢无人来。来。来来来，无人笑话我讲过啊，无人先换行啊吼。老板客。减价啊啦，无我都要落去啊啦，无你算不明啦。来。哎。搁两百，哇！一盘包只了搁两百，拢无人爱啊吼，拢好啊，拢好啊，拢好啊，现钱啊！来，你伫点落，你伫边位啊？我想一下。虾啊啦。虾啊哟，你等我一捆啊好不好？嗯。一盘是哪吼？这现捞的哦。这真啊现捞的哦，这当下落点蒜头，当下用叉，你当下会晓料理，你当下用钱的钱，敢那咸酥鸡哩？这四卡好食。我会甲你包好啊，卖烦恼啦。有个人讲，哎呦，阮查某囝较早，哎呦，做做，规个头骨骨才薄薄去啊。哪只哪哎呦？哪只哪哎呦？都对，哪看哪哎呦？伊哩哎呦，好恶心哦！做做，规拢薄薄去，一百条，真正好食。一排四卡，太好啊！八好啊！目前差不多两斤半。我搁再问一届，一百一句。第二句，有人要点双刀灯，要炒三杯无？第三句，一百，来谢谢。都叫你讲啥？讲虾还是讲啥哈？虾啊！虾啊！虾啊！哟，够偌济虾啊？后边拢无啊，剩只尔。这是虾啊！虾啊！虾啊！海椒的。我知。谢谢。拢无啊。别走。呀。也无够啦，做你胖啊！你那个贴条地看落去啊，够够。做你胖啊！你个是痛啦。来就是要做一届啊，可怜了。啊！你讲无够就无够，水干啊！哎，遐无啊啦，七早八早一摆遐无了了啊啦，拢无啊啦。遐楼啊无冷冻过，即盘现楼的哦，啊那一盘伊是较大只冷冻的，那遐两百。大吉带来球啊啦，来两百。现楼的牌车，搁两百好无？有人爱无？即盘遐搁两百。对我好吼，我那无啥干卖啦。安尼啦，一包是平湖的紫菜啦，我予恁人人一届机会啦。这完全无错，你等下吼，一盒甲敲两粒鸡蛋，敲两个鸡蛋，煮不来伊啦，紫菜蛋花汤啦。这市价是一包啊，真正卖五十个啊。这有当时啊，你去超级市场咧卖啊，搁多贵个啦。这三包卖一百，卖一百，边界卖害，三个月平均卖不到一次哦。这四包送你啦，这包送你，这五包你啦，来一包。哦，三包来，这无人咧卖二十个啦，来就是要卖伊啊啦。五包，足好食，拢无错啊。五包一包。比较搞啦。太便宜啊！来啊，给我。刚才是不是叫你盘价？真的太便宜了。搁一包五包，啥物啊？快！这么漂亮。做了冲沙包哦，来加酒啦，多一个，来五十啦，你知啦，没有啊，多啊，来做做你包五百好吗？没，来我没有啊，来五百先好吗？我先冻掉。黑蚂蚱，这是新场地吗？对啊。对啊，以后会不会难卖？以后再说。那个就像那个大卖场第一天开幕也是大特价啊，他以后会不会很难卖？一包五百，不会啊，大家都知道今天是新场大特价。最后我剩只尔啦，这两只三只，我拄只卖贵啊，卖贵就别搁开玩笑啊，两百搁一个人去，要吃五百啊，最后一个人去，最后一个人去，这两百搁送你啊，来拢我你来，来两百块，来，乖啦吼。啊嘛，啊拄只咧讲啥？我去闹咧，来，打几杯飞机哦，只剩只尔哦，只等下搁一届人闪点飞机我先来，一盘甲一只飞机，是无？是哦，啊放唔着盘，来飞机哦，来准备好啊，只剩偌济？几两个？这只叫啥物啦？我啥会介绍者问者？若无人买，都换飞机，咱讲的算话啦，总共一套你人。
讲伊吼，最后这个尾期啊，已经尾啊吼。即摆已经大家啊，大部分人去十个来出来，十个出来，一定有九个穿外套啊。我是要讲，即摆已经寒人啊。香也是夏天才有，冬天没有，这个已经进入尾声了啦。安尼啦，我讲卖甲恁讲双球啦，啊两百少济啦。这现头啊，你当个用香用真个啦，这四只外发你卖啦，外发大只的，两百以上哦，我最后剩只无啊啦。这七只哩啦，这八只哩，九只、十只啦，两百块啦。最后我提啥物啦？这最后剩一个人个，才多十只啦，拢无啊啦。来，讲要下飞飞机哦。飞机票，叫你买飞机，五百。才装来五百。大哥，你歹势，你听我讲者，小姐，你敢卖无伊买买？你先问我，甲你尊重者。啊，来开。无油啦。来。是啊，你等你吃饭吧，你买啊。来，爸爸来。来，我落车掉了。来，我跟你讲哦，一包我正常，一包卖一包哦。无是安飞机来买无着，我讲一包绝对我那无输飞机啦。来，开箱起来，开箱起来，先生啦。啊，这个有哟。来，起来，我紧来起来，做一届，歹势。一包哦，甲拄只迄同个，一包叫飞机条。这大只，这足大只飞机，规条敢那先贵一个百尔，这正常我一包卖一百，这两包我卖两百，我招一个人去，一下这包送你，这规条都差足好食，拢甲你处理好哦，同款飞机的肉、飞机条，甲你切好哦，两百。好啦。炒个足好食，炒个足好食，青不是熟的，拢甲你切好啊，搁两百块。收缩，大家烦恼真正。我一包卖100块呢，我实在是想要断去尔，想要卖掉尔呢。这一家你莫，你若人少的小家庭，我即个差一包哦，这量足济，差个足轻的，一包量真济啦，边界都影啦，豆豆差啦，还佫200块。这免抬，拢个，咱差个足好食，咱差三块嘛好，差飞机面。这三包够无？那200块，三包够无？来200。飞机，花枝肉，佫200，无人爱无？拢无人爱。来，说来，安尼对头开始啦，问落去啦，一罐小白汤剩一罐尔，你要食啥？点两下啦。我较少，我先甲卖掉啦，较少我先甲卖掉。这白，好，我全部剩只尔哦，你甲卖掉，过来小白汤来，小白汤给我。这个是现捞的。这现捞的哦，这叫做青鱼的哦，最好无啊吼，这买个问啊，像这只叫做主家鱼啦，鲤鱼，700块少济，要什么？来一百，现捞的，这现捞的青鱼哦，你来干煎好吃，煎大大就好吃呀，拢无刺哦，阿母，我先开阿母，我等下加点，我今晚无滴，我等下加点，先开阿母，阿母唔是阿母啦，过一百。最好，伊甲咱帮忙真济，搁一包好无？这边有人看好无？然后我请伊，是伤俗气哦。嗯，我最后好啊吼，差不多要个帮走啊，拢无啊，小姐，只有你一个人买，全部在啊，不啊，150。你卖无？不会杀，头把它剁掉，这个没鱼鳞，我搁甲你问一下，啊，若无别人让别人买，你爱无？100块。啊，我这么少，你差那么多。啊，这样给你啊，要不要？要不要？150啊，他说150啊，要不要？要不要？拿给别人了、哦，要不要？不用哦。我有先问你哦，哈，说真的哦，冷食啊，你要啊？冷食啊，够无？无啊，冷食啊，无啊。恁要搁买衫，搁点一两行好不？恁安尼唔点，我就歹卖啊，实在。他们是好朋友。是啊，就是阿布。哈哈哈哈哈。这四位白仓外高，你卖到100块以上啊！我最后存钱尔，讲清楚哦，听清楚哦，卖100块，等我上几尾后你啦。我不是开玩笑的哦，来100。
先来不养你，我嘛无法度啊，跟你讲实在。有啊哦。等下温家嘿。温家八十，温家八十。八十。拢无啊吼，来，过来嘞。这哦，你要这个吗？来就无啊，真正哦，这个大公婆哦，这个刚刚有卖过了，这不开玩笑，来200，还要吃过来，这炒炖烘拢做好吃，买无软丝啊，看这好无，将做一点，这嘛真好吃，足水的，足水的，哇，这大只，来200，我买，我买，我给你买。我两包，下面来。一包够200好不好？四尾，这大只，200，最后剩只哦，拢好啊，有人来无？最后我再问一届，一句，两句，三句，拢无人来，拢无人来，死我啦，谢谢啦，伊也是来底啊，恁讲要买三个点落去来，石斑，一包豆花，这三包，这三包，这固定的介绍，这三包，咱讲实的，来点菜，点好，好两下啦，最后剩只无啊啦。这四块蒜，这剩这三块大块蒜，你弄掉啊！你敢要吃蒜哩？我最后剩这份尔，拢无啊！单单一块啊，蒜哩啊，菜车要共买啊，超贵啊，100-200。最后剩这三块，我只有一个尔。会记你听我咧讲介绍，我开价开七三，我开出价全部350。阿伯，来，刚好。你若有人有买过，外口有咧买鱼，还是北加买个蒜哩，还是放落北买过，你就知影。石斑剩偌济？一半大尾石斑啊，我规个甲剥落去啦。咱讲实在，区别较好咧啦。这石斑哦，这内底哦有四尾虎斑啊，这只无共的啦。这只无共的，这一般的青石斑啊，这四只拢叫虎斑啊，龙虎斑啊，我讲虎斑叫龙虎斑啊。这市价直接崩开，差不多在100-200啦。我讲一句实在话啦，我无讲耍笑吼。最后一句尔，你知影我的个性啦，这搁一只虎仔啦，这只虎仔搁送你啦。这拢总几尾，有6人吼，一句了吼，500，总来500，石斑，这不是石头啦，好心一个啦。敢那买路用啊嘛，这个介绍。安尼啦，我搁问一个，有人想要买吃不完的无？不开玩笑，买一半啦。啊，那本嘛真歹本，大家拢遮大只，无啥细只的，换一换，安尼才拄啊好。拢我的，啦，这三尾来250，250，石斑250，恁即马是咧等啥？即马是咧等啥？我实在是，无安尼是到底是要安怎？拢无啊吼。你说你安尼啊？等开奖哟！要安尼要第一天出来要创啊遮歹看，等于歹哪事的呢？400，送来哦。哦，对。哦，我使是哦，拢无人知影，我这规只电锅锅的咯。真正的，我使。大家快起来啦！真正的啦，好啦，咱第一天就创到安尼，才歹看哦。过来呢，今仔要买啥？我点一两项啊。来，谢谢。这盘较细只啦，这嘛是石斑啦。牛胖，你有来买？我开玩笑呀！那你没跟我说你是牛胖，你偷偷来买，偷偷回去。200条，来咯啦！我是安那，我这石斑我看是看了靠了，咱赢了条，200块，好啊！安尼呢，黄鱼好不？这个穿我哎哟，这个穿我呢。来，一万五先来好啊啦！一万五先来好啊啦！这五会再无两箱大尾出去啊！大条就卖2箱了啦。有军队找不到什么？你找不到什么？你在附近吗？这五啊，水准路的群也很好找吧？超大五啊，咱无讲耍笑的啦！这五啊啦，1.25，这上好好鱼啊啦吼！这下仔恁阿未来，我卖两箱去啊！真正卖两箱去啊！较大只还剩两只，我即摆手帮我只两只，外口含镜头在百卖啊！这三只，这四只，外口咧卖啊，差不多爱得要350-400啦！我招一个人去啦，卖500，五啊！有咧看无？我摕去外口加了，搁洗一遍了。
安尼啦，无讲笑的啦。对，这是涂城，涂城路全联的对面。真正无讲笑的啦，快问几只啦，